本院台湾团结联台湾团结联盟党团有鉴于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在未征询陆委会及国安单位的情况下，近日发布行政命令，将在台持有股份或子公司之中资企业视为本国厂商，在我国登记设立之中资企业则视为外国厂商，造成目前除了在中国登记设立之中资企业无法参与我国政府部门采购标案外，我国中资厂商、外国中资厂商都可以实质参与我国政府各项采购标案，中资大举入台，国家门户洞开，形成木马屠城，影响国家安全甚巨。为避免中资大举介入我国政府部门各项采购，造成台湾自主性流失，原要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立即撤销上开行政命令，行政院并应责成陆委会、国安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主动彻查中资企业直接或间接参与我国政府部门采购之情形。本院台。